德玛的洗地机，我给它的定义就三个字，性价比。先说价格，1000出头，不是1999，也不是1499，就是1000出头一点点。买来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在我的视频中也多次出现，整体来说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一键启动三种模式，智能、除菌和吸水，操作界面设计简单，这一点对于老人和孩子都是比较友好的，没有复杂的操作界面，前后双刷自带牵引，使用起来可以说毫不费力。先说的前后双刷吧，就可以媲美大几千的洗涤产品，同时也拥有着15000帕的吸力，地面的日常垃圾完全够用了。现在春节刚过，买一个送给家里面的老人也是比较合适的，省时省力又省水，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30多分钟。我家房子也就100多平方吧，全屋拖一遍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，如果说用传统的棉拖把去拖地的话，至少要10几分钟，而且还要累得腰酸腿疼，棉拖把也要洗洗涮涮，使用起来也是特别的麻烦。年轻人嘛，还可以勉强的坚持一下，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真的是太费劲了，也是真的很辛苦，所以说买这东西送给父母真的是不错的选择。关键是洗涤机的价格真的很给力，相比较别的品牌大几千的洗涤机来说吧，唯独少了热烘干的功能，但是这款德玛的洗涤机却配置了离心甩干功能，底盘的底部也有舒齿防缠绕，当然了贴边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样屋里的墙墙角角都可以打扫得很干净。现在家里面养了两只猫，地面上难免都会有残留的毛发，所以说几乎每天嘛都会拿这个洗涤机把家里打扫一遍。当初之所以选择德玛，也是因为我们家有一台德玛的吸尘器，已经用了有4-5年了吧，除了我自己换了几个滤芯，现在这台吸尘器的吸力还是很强悍的，电池有点衰减，但是也不影响使用，使用完之后直接放入底座，一键开启自清洁。全程自动，无需手动操作，正反转反复冲洗清刷，德玛也算是国民老品牌了，现在市面上的洗涤机品牌也很多，价格和配置也是369等，我的认知是越简单越好。就拿这款洗涤机来说吧，我是没有买过清洗液，都是直接拿清水来冲洗，因为本身它自带除菌功能，基本配置该有的都有了，还是比较适合大众的需求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。其实现在洗涤机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了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，要的就是一个性价比，简单又好用，价格又便宜，才是最好的选择，大家说是不是呢？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我点个赞，谢谢路过所有的朋友们，下期我们再见。